在朝掌兵权，奸臣陷害丧边关，豪杰一怒山林战，打服纪尤平，乱人哦。信公辞名薄，人称赛秋万人。我父当年镇守边关，被奸臣陷害，使某一怒来赛至二龙山聚义，打服济贫，吃饱万两。张李儿为贤弟，大哥，我有意下山寻找头号掠身，夺取不义之财，你个人随我下山，意下如何？就依大哥。好喽，来的哟！你大王爷此番下山，少则十日，多则半月，尔等小心防恩上。有家中都已去过，他们举世闭门不见呐。家丁们，走啊！收。两天有千顷，仗势压乡邻，来此一事，还若谁在家么？是
借过30两银子，只君本礼不还，是何道理呀？啊，员外在宽限几日吧。你知了啊，今日有了银子便罢，若不然，将你与你儿带到我家，以为老夫侍妾，银子不要了也就是了。啊、员外使不得。什么使不得？把他的女儿带走啊。是。乃是本县乡绅木良，只因我欠了他30两银子，无力偿还，他竟将我的女儿抢了，去了。为何不到官府告他一状？那木良乞巧官府势力浩大，不准我的状子也是枉然。也罢，今晚3更时分，你将门儿紧闭。外面若是有风吹草动，不可吃外观看，定有人将你的女儿送了回。如此多谢壮士，多谢壮士，多谢壮士。小啊，来来来，这是我传家之宝比目镜，送与小姐梳妆使用啊。好做子。在火吃，快快现吃，我饶你不死。我是徒有虚名，并无金银，代王饶命啊！戴蒙自己起来。某家去也也。强人抢了我的金银，还有比目镜，定是那韩若水勾结大盗抢劫于我。有了，待到明日去至洛阳县，我告他一状便了。我来他一个贼走了官
门。哎，前是三路要紧，哎，是指望将这女子救回，使她父女相会，不想被官兵追赶，只好将她带在舟中，教谋怎样安置于她。大哥，看她长得倒也不错，不如给您做个压寨夫人吧。哎，他一身高强人，武力高深，兵夫不防我回转家门，我这里对将心皇上竟敢在此多言，我乃会试举子，路见不平，故而拦阻。某家行侠仗义，何用你多管闲事啊？亏你还将得吃侠义二字，眼前强者女子，现在你是赵忠，这也算得是行侠仗义吧？这不，中途不便演讲，你敢随某回转山寨，仔细对你实名。我们赶路要紧，倒要听他将是什么，与他打了副手。
心地将这女子带到后宅，好生看待与她。遵命，随我来。你有何理论？你且听到问。某家公孙伯，人称赛秋然，专打不平之事，只因洛阳连年荒旱，民不聊生，某家下得山去打服济贫，路遇寒若水，他的女儿被乡绅木亮抢去，是某一日木亮家中救了此女，使之亡，他父女相会，不想被官兵追赶，才将他带在舟中，谁想遇见你，竟敢辱骂于我，话一十万，你看毛家是侠义，活的是强啊！是强盗，此事莫也做得荒唐，怎见得？想那乡绅木亮刚刚将这女子强至他家，你就将他救回，那木亮必然以为寒若水，高切大盗，是必然报官。如今你又将他带回山寨，日后安置，岂不荒唐？呀！听你讲话甚是有理。来来来，请来上座，请请。请问？尊心高明，哪里人士？学生不见，四川人士，进京求取功名，实在多有冒犯。岂敢！看你青年英俊，一旦下场，我有意与你结为金兰之好，不知意下如何？我那一介汉日不敢告白。某家性情直爽，言辞必行。某家三十六岁，不知你多大年纪？21岁了。日此某家站长了，你我望空一拜。张庭上受我一拜，快快请起。兄长请至上座，请坐。啊，仁兄，我看你仪表轩昂，武艺超群，因何在此落草？当年我府镇守边关，被奸臣陷害有功。原来如此，小弟若得上进，必将仁兄冤枉之事禀明圣上。权杖贤弟啊，贤弟，你在此盘桓几日如何？本当在此盘桓几日，有恐耽误了考期。贤弟功名事大，愚兄不便强留。贤弟下山将韩小姐带下山去，让他父女相聚。哎呀，男女同行多有不便呐、啊！
这也是的是啊。阿贤弟，你可曾去过七市否？不曾去七呀。我有意你与韩小姐结为亲近日活。这日活是的，小弟实难聪明。与兄言迟必行，你若不允，我就要鲁莽了。应允了，应允了。待与兄备好马三骑，闻言而不良，送贤弟下山一座路费。任兄日赐厚意，小弟此番若是功名不就，也不由颜面来见任兄了。这个，你且稍待。与兄有传家之宝，胭脂宝穴，送与贤弟。此去若是不中，将此宝献于当今，必得一官半职。任兄传家之宝，小弟不敢领受啊。哎，与兄性情直爽，言迟必行，你若不收，我就要鲁莽了。收下了，收下了。待韩小姐下山准备启程，李贤弟快来。参见大哥有何吩咐？命你备好马三骑，送伯相公下山，不得有误。遵命。备马伺候无门。
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秦安在龙床大睡，偶得一梦，见金龙盘绕玉指，事故醒来，宣先生相斋。先生言道：“金龙盘绕玉指，吾朝不吃良相，定吃贤臣。为此故王该装持功，趁正月十五日，大放花灯，与民同乐，前去四方。时而有少时心在玉斋之上，若与黎民百姓交谈，不可君臣相称，要直不相称。”记下了，记下了，拜下。闹锅里肚子里闹元宵，永乐天子放花灯，是与民同乐真有道。鼓要咚咚的打，锣要哐哐的敲，前边龙灯耍，是后边狮子跳，悬灯结彩放鞭炮，是你看热闹不热闹。酿成春夏秋冬酒，应酬东西南北人。在下闽江，就在这京城三坊街开了一座玉龙酒馆，买卖倒也不错。哎，前两天我有个表弟名叫白简，上京赶考，住在我这儿了。哎呦，成天这么子越长子越短的，搅得我的脑仁都疼了。哎，今当正月十五，永乐天子大放花灯，是与民同乐，我不免把他叫出来，让他出去看看灯，散散心。嘿嘿，就是这主意。我说表弟，表弟来了。复试进东门，何日挂旗单？老弟，表兄今天，表兄请。老弟坐着坐着，表兄还我何事啊？我说表弟，自打你住在我这儿，成天这么子越长子越短的，搅得我的脑仁都疼了。哎，听我跟你说，今当正月十五，永乐天子大放花灯，是与民同乐，你不免出去关关灯，散散心，你瞧好不好啊？表兄，我若是去关灯，岂不荒
枉费学业，有负堂上厚望。哦，有负堂上厚望，如此说来你倒是个好子。哎，乃是孝子。啊，对，孝子。嘿，那你念你的书，我做我的买卖，成事。士农工商，国干一行。金的所在有大爷路，您里边请。您请上座。
军爷，您用什么酒啊？酱酒明宝上。是，我们这儿有金盘路、银盘路、十个宫、状元红。不好啊，这些个酒还不好。哎，我呀把我的招牌给他报上。军爷，我们这儿还有玉龙酒。哦，玉龙酒不错。好，快快取来。是，伙计们呐，玉龙酒一壶。哎，一壶一壶，酒到，还你再来。是。哎呀，孤王该装吃功，今夜家族玉龙酒馆，呵呵，倒也有趣耶。酒馆之内哪里来的读书之声？读书之声啊，军爷，是我的表弟在这儿读书呢。哦，是你的表弟。正是。好，换他先来。您等等。表弟，表弟儿。表兄何事？表弟儿，我这儿啊来了一位吃酒的军爷，听见你读书呢，八成要跟你会会诗文。小弟采诗学签，焉敢对文呐、啊哎？表弟，这有什么的呀？他要对赵钱孙李，你就跟他对呀。对什么哇、啊？对对对，就对周吴郑王嘛。哎，进去进去。军爷，我的表弟来了。军爷在上，晚生拜矣。这位相公，我家军爷他有个脾气，向来不与人家还礼，您请坐吧。告坐。这位相公家住哪里？姓字名谁？学山不坚，乃四川人士，进京求取功名。哦，四川人士，今当永乐天子，
大放花灯，与民同乐，为何不前去观灯？因何在此苦读文章？小生若去观灯，岂不荒废学业，也无双亲厚望。好，朕乃孝子也。君也夸奖了。不相公，有什么贤臣文字拿来我看？贤臣的文字无忧，只有草卷一篇，不足君也打压过目。不必过谦，取来我看。君也请看。待我看来。哦呀，观他文字，篇篇精秀，字字之极，好文采也。啊，不相公，文采倒也不错，只是写的笔力弱些。当面之讲，便是过失。也罢，你若摆在我的面下，日后绝不相愧于你。老师请上，学生大礼参吧。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哎呀呀，文采不错，但不知他的口才如何。有了，待我口试于他。啊，不相公。老先生，本人有题，你可愿对？愿问。哎呀呀，以何为题呢？问问九宝什么响亮？九宝什么响亮？铁匠簪弓响亮。铁匠簪弓响亮。哦，铁匠簪弓。也罢，就以铁匠簪弓为题，听对。是。铁匠簪弓，红火炉内三闪电。对。对。对就。弹面弓响，拨云洞中一声雷。倒也不错，再收一对。是。听对。灯明月明，大明江山一统。对。对。对一球。君落臣落，永落天子万年。怎么讲？永落天子万年。
神在此打水，有空受寒。有了，不免去吃胭脂包雪，与他者寒便了。回房去取胭脂。这胭脂包雪乃是孤王宫中之物，赐予大臣，因何落在他手？有了，待我问过来历。阿不相公，老先生，此物是你家原有之物，还是银钱买来的？乃是朋友所赠。你这朋友是哪一个？二龙山公孙伯。哼，他乃叛逆之臣，因何与他来往？他虽然落草，倒有报国之心。怎见得？学生进京求取功名，路过二龙山，巧遇公孙伯，我二人叙来叙去，皆为近来之好，是他赠我胭脂包雪引导，日后我若功名不就，将胭脂包雪献于当今，必得一官半职。哦哦哦，原来如此。不相公，你看天色已晚，我身上寒冷，有意将此物借去，明日与你送来，你如何？这个，请问老先生过一岁？这个。日月并行，日月并行。哦，原来是明老先生失敬了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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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天之啊，他们是无惨的。吃酒的军爷呢？走了。走了？
那酒钱记在小弟弟账上吧。怎么着，又记你账上？得，又记瓢底下了。哎，表弟，你那件宝贝衣裳呢？借与明老先生了啊。怎么着，衣裳都借给他了？哎呦，你跟他又不认识，八成让他给骗走了吧。哎，陈飞马一请求，与朋友共避之而无憾喏。哈哈哈哈哈哈。好啊，衣裳都让人家骗走了，还打哈哈呢，可真是个书呆子。哎。